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SY 是实数了，若这个叙述呢为假，哦，这个叙述为假的话，那么他问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叙述为假的话，我把它取否定以后就为真了嘛。这个叙述跟哪个叙述一样？跟哦灰 P 或 Q 一样 ，sinx 加 y， 不等于五，灰 P 或 Q 2x 哈、哦。加上 3y 不等于8，这个是假。那我把它取否定以后就变真了嘛？取否定以后就是 sinx 加 y 等于5，且 2x 加 3y 等于8，这个是真的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 ，x 跟 y 为多少？啊 ，sinx 加 y 等于5，而且2x 加 3y 等于8。好，那我现在这上面这个把它乘以3好了，啊，减下来3得9 9减2是7嘛， 7x 等于多少呢？ 15 减8这是7啊，所以 x 等于1，那 x 等于1的话 y 等于多少？5减3嘛，5减3就2，所以 x 等于 1，y 等于2，它带进来的话呢，就等于多少呢？1平方加上2平方等于5，所以答案是5了。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B。